They're doing it. Giá thành đô sao mày đang nghe? Sao mày đang nghe? 就你全部会做新竹的知道？对呀、啊。就是神猪有分大跟小嘛，嗯，有些人适合小的，有些人适合要大的。哦，我这是培育当中啦，这是以后他们的前途就是在那一边了。这已经400多斤，快500斤左右了。嗯，哎，养到多重要放进去？就是这个阶段就要过去了嘛，等到7月20，我那一些除掉就轮到他们了。嗯，他已经不太会走了。会啊，他是比较懒的啦，因为体型有这么重了。他多重？他现在500斤有超过了，这是总公猪，跟总母猪都一样，只要这样子养。哦，为什么？省空间啊。啊，如果像我这那么多只，你如果全部关在一起，会打架。哦。啊，会打架没关系，有时候发情他会去骑别的猪啊。啊，如果有孕在身的，让他骑一骑就有的，都会流产。是啊。啊，为什么不给他交配？有的他可以人工受精，可以配5、6头母猪啊。你配猪的话，只有一头而已啊。他可以不用那么多公猪啊。这是竹子的。对。为什么要这样弄？这小猪的没有上任何跑来跑去的、啊、这是关多久了？2个多月。哦，难怪它还很会动。它刚关。嗯，它刚关的。这多重？多重就要关起来啊？500多斤。500多斤，现在它多重？现在多重？它700斤。700了。1160。1000斤，1斤160。以内啊，16万。1000斤以内16万。1斤16万。1000斤以上，1斤160。加1斤就加1块，比如说加到1斤就160，不是，比如说1001斤就161。他卖的比较便宜。人家猪全部自己培养的，不必外面发。他可以一直让你养到我们要的时候再来抓吗？是照跳的，1斤加1块的，1000斤。1000斤左右就是16万了。这样关起来养要养多久？啊，这样关起来养要养多久？看有人订吗？有人订就比较。有人订就送卖走了。对啊，有人订我就吃2餐，没人订我吃像那吃一次，哎呀，一天吃一次，哎呀。这吃比较好。这是7月18就要抓去了。它有多重了？1000几。1000斤左右。你这样关起来养多久了？这个是九月份关下来了吧？去年9月。对呀、啊。它都一年了，现在9月都一年了，就真。神猪会不会生病？那么胖，一定会的啦。啊，生病怎么办？自己看啊。自己看啊。对啊。你兽医师看。你自己看。对啊。要找兽医吗？没有了，找兽医干嘛？啊，你看得懂？看不懂要养猪。它会生什么病啊？这么胖的猪。会啊，不一定啊，看。他
不想吃哦。来，家庭就养慢了。